狗不叫，我会叫，汪汪汪。我还得配狗绳儿，你说这是？啊！啊！不！啊！哎，不对呀！伺候我爹和我妹妹行，我怎么能伺候你俩呢？好赖我也是缺刀门太子啊！西门官宝，啊，过来，啊，这是缓过来了。今天呢，咱是第一堂课啊，嗯，咱们从头开始，从头学。缺啥补啥吧，咱们先讲一讲《道德经》。我缺德，我给你补。好，手背过去，好吧。道可道，不知道；非常道，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咱别着急，老师给你慢慢提。好，手放回去。课程有点深，这样吧。就得咱们一点一点补，好吧，先缺着吧，好吗？好，哎，缺点得好吧，啊，好，嗯，把手放下，对手，好吧，从浅入深吧，好吧，好，先学学三字经。三字经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狗不叫，我会叫，汪汪汪。我还得配狗绳儿，你说这是？你就剩一个马了，只要你一动，就死。一个时辰了，还想呢？哎，碰我车干啥？这是我的马，这是你的车吧？马拉车，没这一说。呀，师兄下棋下的好认真呐！爹给我个鸡头舍不得吃，我给大师兄吃。大师兄救过我，如果没什么事我给你们回洗袜子去。看来教育真能改变一个人的人性。爹，哦，坏了，高大妈，别闹，爹，是不是？师傅，我们错了，错了，师傅，我错了。你俩谁呀？老六啊？师傅，这钱我们一分没花呀，都给你存着呢。好，你俩走吧，走啊，爹。大爷，心情好，给点钱吧，大爷。大爷，心情好，给点钱吧。给。谢谢大爷，谢谢大爷。爹，啊，我累了。那我背你啊。没有，爹背儿子，儿子背爹，走。宝宝。爹。哎呀。爹，我有没有劲？谢谢大爷。走啊，爹。累不累了，爹？我累啥呀？嘿，儿子也不累了。累呀。哎呀，爹，我是不是个好宝宝？我是不是个好宝宝？好宝宝，我可真是个好宝宝啊，爹，真乖。